非常委员啦，就悬崖勒马，悬崖勒马，很明显，你很清楚。民进党立院党团一早开记者会，批评中共官媒把手伸进台湾媒体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被直击站在门口，耳朵紧贴墙壁听内容，一听就是五分钟以上。而这行为也引起绿委注意，也有陈玉珍立委在旁边盯梢。不要说话了，我刚刚从这里经过，你待了很久了。好，那谢谢你。好，不要乱入，不要乱入。好，不要乱入。好，谢谢。所以说被指控盯梢。陈玉珍气得冲进党团，要求吴思瑶道歉，不然就不离开。我们在听，在听，在听，怎么叫做我在听？谁跟我道歉呢？陈玉珍气炸怒吼，林楚英拿起尖叫机反制，场面彻底失控。眼看一打四落居下风，国民党立委李彦秀、洪孟楷疑似接到助理 call out 球员，三步并成两步冲进记者会现场。你今天来乱这个场，是因为要做给谁看？要直播出去，让谁看到你的作为？对谁来进行表？蓝绿互呛近二十分钟僵持不下，洪孟楷狂拉陈玉珍背包，试图要把人带离现场，好不容易推到党团门口，结果陈玉珍再度失控。你不要自由，你想关到谁的言论自由啊？您只会像鸡一样叫。特地停下脚步听民进党团开骂中国搞渗透，一听到盯梢关键字，陈玉珍还立刻气炸踢馆呛虾，难免让绿委质疑是不是说中了些什么。三立新闻孟国华、廖敏君小组台报道。